来，三二一 ，Go！ 我干碎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啊？可以先直接问啊。我要来抽卡了，今天有没有机会中一张漂亮的呢？我等一下荷兰啊，我等一下荷兰变，跟小编一样玩枪手，哎、欸，加闪电。这时候我要做一件事情。闪电下来的时候呢，就要来玩合成哦，中蓝变哦，蓝变之后呢，赶快再接，赶快再接，好、哦，赶快再接，合成一只红变。你们刚才有看到我的速度吗？我连让他转卡的时间都没有哎、欸，我连他转卡都我就直接按下去，让他出蓝变一张了，然后又现在又直接这个，我就直接按红了，现在已经不用等了，我按到这个地方，他其实已经确定了。我已经确定了，超级冲的啦！我现在超他那个闪电的，只要抽卡的时候出现了闪电，我就赶快来拼合成。好夸张！好夸张是不是？我也觉得好夸张，我没有那么冲动的，我没有那么冲动的。但是刚才那一招其实，那是一个都市传说了，都市传说。可是它到底是不是都市传说？大家下次可以试试看。这次如果中红的话呢，哇，我真的就欧爆了。我看到世界频道出现你 ID， 怎么可能？我没讲话啊，怎么可能啊？真的假的？我已经出现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没有零卡，不可能出现我 ID。感谢那个你对我的这个信心啊，那感谢你对我的信心啊。关掉画面后，我发现是别人的祭品。我应该是祭别人，我应该是祭别人。来哦，来，我们要开卡了，来，三二一 ，Go！蛮多的，我干碎！啊！哇靠！我抱歉啊，小编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而且我还拿到特罗斯，我，各位啊，等一下啊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我心跳现在是108啊！我这个月三张红啊！一张，这个是上个月的一张，然后这边魔法娃娃，哎，魔法娃娃可以喝吗？不行喝哈、哦。魔法娃娃我中了这一张，两张，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一张，三张，三红娃娃有没有机会闪？来闪一下，哎，又闪，三了，三绿，来哦，赶快按哦，没有了，都市传说破解。破解了，破解都市传说，啊，自己验证自己失败。来，我要收卡了，我收卡了，我收卡了，吓死人了。那我们现在先做个教学，每天12点过后拔草测风向，如果出现闪电，不管你那天的心情是怎样，你可能blue，也有可能是非常的嗨，不管你那天的情绪是怎样，如果有出现闪电，就是你要赶快思考，你有没有卡片可以合成。如果什么都没有出现的话，那天心情又不好、哦、没有什么 feel 的时候，那你就不要动、哦、把卡片留着收下来，留着。来，我们把卡片收下来了、哦、卡片收下来啦，爽！来，我们来换一下变身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特罗斯啊，我就是特罗斯。